主拿新冠献冠典礼，典礼开始，奏乐。欢喜，今日首先邀请到五十人爱家合唱团为咱带来三首歌曲《勇者》、《台湾》甲《暖暖北回线》。歌词的内容伫咱手册的第六页甲第七页。咱嘛感谢指挥黄玉峰老师甲伴奏江杰飞老师。是不是请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他们的演出。
谢五十岚爱家合唱团以及指挥黄玉峰老师、江杰飞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演出，咱是咪再一次以掌声来感恩鼓励。咱要邀请朱拿基金会创办人林义雄先生带来朱拿新冠献冠典礼贺词，咱是咪请热烈的掌声来欢迎林义雄先生。各位亲爱的朱拿之友，大家早安，真欢喜会当甲大家做伙来参加朱拿新冠的献冠典礼。伫遮先祝福大家平安。咱朱拿相信，人心的善良还是邪恶，决定了世间是欢喜快乐。还是凄惨痛苦，啊，决定了这个社会是安详和平，也是困扰不安。咱相信救苦救难，迄毋是菩萨的责任，人间的轮回也毋是上天的恩赐，这是咱人类就咱本身的心灵。不断锻炼提升的时间，文化教育求真求善求美，这个是不断完成人类锻炼时间的一个重要的手段方法。根据这款的信念，二十多年前咱朱拿在台湾这个土地上建立基础，期待家己就净化台湾的人心，兴塑民族高贵的心灵，这项事工上会当做出淡薄的奉献。二十五年来，咱伫推动各种事工当中，累积了真多宝贵的经验。这个经验一再印证以下所讲的三个信念是非常有价值，并且达到咱用来实践的真理。第一个信念是：有了善良的心，就会当滋养出来和平、希望佮爱。有善良的心，对于相信万物一体，万物一体，认定世间各种的万物，包括各种的动物、草木、石头、山河、大地，拢甲人类共款，有权利甲人类平等共存，和平相处。有了善良的心，就会当了解世间的天灾人祸，不管偌尼啊凄惨，偌尼啊严重，到最后拢会过去。所以，做讲伫真歹、真歹环境中间，也要会保存着希望。若有善良的心，都会相信，有善良的心，都会相信人类的光明面、善良一面，会当不断的自行发展，真善美的人间轮回，有一天必定来到。
有善心的人爱相信，爱是最奥妙、最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伊会督促家己随时培养爱的能力，培养爱。确实哩，昨困了无好。因为今太侪好朋友要来啊，三五个有小可较兴奋。七十外个人，七十外个人哦，实在是也袂使暗时啊，太过兴奋困袂饱。好，那有善良的心的人，都会相信爱是世间上奥妙、上不可思议的力量，所以。也不是督促家己去相信爱的内涵，培养爱的能力。第二个信念是人心灵的提升、净化是最优先、最要紧的事项。有善良的心，学习能力、财富、金钱。才有可能发挥出制造世间利益众人的价值。那欠缺这个爱善良的心，所有的学问、金钱这些资源，往往都会变作损着别人、害着家己的工具。所以，要培养一个人的学习能力以前，爱先美化、净化伊的心。主拿25年来所办的这活动，将来唔啊讲单单是一个知识的传授，佫较希望借着这活动，互参与者的心灵会当美化，会当提升。今后主拿会佫较拍拼。在每一种活动中间，拢会要参与者受到感动，真自然的献出慈悲、希望、甲爱。第三个信念是用感谢甲慈悲的心来做代志，一定会成功。25年前，主拿成立的时，咱用因果救火的故事来互相勉励。咱相信，那汇集真济真济人小小的心力，用感谢甲慈悲的心来做代志，理想一定会实现。这25年来，主拿的发展虽然无讲真进步、真快速，但是。啊，真稳定的伫成长。有哪来哪济人加入主拿的行列？咱所办的各种事工也拢顺利完成。今日搁主拿新馆的落成，这一切在在拢证明，当年咱所讲的因果救火的故事，不单单是一个故事而已，并且是一个咱会当。用来实践的真理。25年中，咱打拼的成果，以及今日主拿新馆的落成，当然拢达到咱真欢喜。但是，更加让咱欢喜的是，在20年的不断累积实践中间，咱对以上。3种的信念有更加大的、更加坚定的信心。这些信念是咱主拿的精神资产，比主拿新新冠这顶顶的资产、有形的资产来讲，更加有价值，更加值得咱来去维护、珍惜。若是咱会当，守护
以上这信念守护咱主内精神资产，无形的精神资产。安尼，我相信有一天，安尼我相信有一天，一切才结束的。好好好，搁一轮奖就好啊！好，咱25年中间打拼的成果，以及今日主拿新冠的落选，当然达到咱真欢喜。但是这25年来，咱都累积实践的以上讲的三个信念，这是咱主拿无形的精神资产。比较新冠这些，或是其他种种有形的资产，我相信这是更加有价值，更加达到咱珍惜维护。那假使咱会当维护、守护这些无形的精神资产，安尼我相信，咱主拿一定会永远存在天地之间，在纷扰不安、日日沉沦的台湾，咱主拿啊，可能成做一个净化台湾人心、兴塑民族高贵生灵的重要基地。今日主拿新冠的落成，当然是在座无在座所有主拿只有共同用心用力才得完成。而且恭喜大家为主拿做下一个有意义、会当永远存在台湾的大贡献。感谢大家，祝贺大家。感谢咱主拿创办人林义雄先生的贺词。很冠，感谢于璇建筑师事务所团队提供予咱主拿新冠的模型。接下来，咱要邀请主拿基金会董事长彭素敏女士、主拿的工作人员吴培君小姐，以及两位志工小朋友。吴修成、吴修志代表咱大家来献冠，将主拿新冠献予咱共同的母亲台湾。嘛，请咱在座所有的朋友以欢喜的心情，共同来见证参与主拿新冠献冠的仪式，请献冠。好，感谢咱四位代表。当主长下请老伯。感谢，所来，咱要邀请主拿当主长彭素敏女士，代表咱主拿全体当主致感谢书。咱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彭素敏女士。各位主拿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好。今天真欢喜，会当伫主拿新馆，甲大家三见面、三交陪。伫遮，我要代表主拿，感谢大家长期来对主拿的支持、关心，和主拿的事工。才可以顺利的进行。今天是我们新冠的
开幕。而且我要对特别感谢用心设计这个新馆的杨家凯建筑师，甲伊所主持的台湾宇璇建筑师事务所的工作伙伴们。啊，伫遮要阁感谢承包这个工程的裕通营造公司，啊，特别甲咱起甲遮尼舒适，我伫遮咱要甲多谢啊，毋知杨建筑师有伊甲伊工作伙伴毋在伫遮无？甲宇璇的工作伙伴伫遮无？嘿，好，杨建筑师伫遐，要感谢感谢，嘿。好，大家鼓掌，感谢，对，因的辛苦，多谢因的辛苦，真多谢，多谢。在咱的建筑的中间，咱也有几个好朋友提供因的建筑专业的知识、跟指导、跟意见，给阮真侪意见。啊，这个咱的好朋友都是。黄建新建筑师，你知道这家吗？还有在林硕燕建筑师，还有一个大昌国际公司，他也给我们很多建筑专业的意见。啊，大昌国际公司甚至每一礼拜都为板桥派他的经理赵经理上礼拜来遮甲咱顺头顺尾，互咱真安心。哎呀，我毋知影迄个林硕燕甲黄建树伫遮无？啊，大昌国际公司伊个总经理，伊讲伊透早就来，咱要开始，伊有赶紧代志，伊就在相对。真多谢伊特别叫因公司个人，上礼拜至少爱来顺一届，真多谢。在这里我们要感谢，感谢一群很热心的艺术工作者，他们是少年的，年轻少年的艺术工作者，他们参与我们主拿我们台湾民主运动馆的换展和执行，他们参与室内的设计，空间的设计，亲像咱伫头前有看有两三支啊，迄个大条啊，都是因遮少年啊想的。好，咱即摆是毋是请遮少年来艺术工作者玉华，还有其他是大家，其他大家站起来，我没有办法一一点名，不过请这些年轻的工作者，请站起来，让我们大家给你鼓掌，谢谢。今天我们坐在这个音乐厅，这个音乐厅是杨建筑师大家设计的，不过执行的从这个工程执行的是一位林福生先生，他带一班他的学生来这给我们创这个工程。我不知道林福生先生有在这吗？真多谢，多谢。咱现在在这个而且咱伫所用的这个音响吼，是张纯明先生因特别提供，甲咱支持提供啊。张纯明先生伊有讲要来，我毋知已经到位未？多谢多谢。咱伫五楼，新馆的五楼，咱有看到一个真特殊的一个艺术品。叫创作艺术品，是咱主内好朋友康秀梅老师甲伊个先生林明洲因夫妻用手工特别甲咱做个创作艺术品，就是零真侪目真侪绿目睭，就零式的零哈，互咱真一个真水个创作艺术品。康老师伫遮无？哈？伊讲要来，我毋知有来无？无伫遮，因为咱就是伫遮，甲伊多谢鼓励。咱主人基金会
有济济好朋友是艺术家，啊，因拢真慷慨，将因的图来送予朱拿，啊，所以予咱朱拿的艺术馆会当较充实。伫遮，咱要感谢，感谢咱遮个奉献即个图的艺术家的好朋友甲志工，因为伫人真济，我无办法伫遮一一来念名出来。不过，因的作品甲迄个作者，咱拢有伫慈林新馆简介内底作品遐，咱再甲拍开看，遐名内底拢有。啊，不过伫遮现场嘛，几下个伫咱遮个，我想讲市民，我来请因徛起来，互咱看吼，啊来甲鼓励一下，鼓掌一下吼。陈来新老师、黄玉成老师，还有张唐富老师，还有其他我咧目睭看无真清楚，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是不是可以站起来？杨栋宏老师，你们有作品在我们里面的，请是可以站起来，让我们给你鼓励，因为我目睭无真好，无一定看到大家了吼。无论如何，我们真感谢。咱在一楼，咱有看到一个真大白的图，伊是1600号的图，叫做慈悲、希望、爱。另外，搁一百500号的图，叫做拉比的故事。这是咱那些老师已经顾咱朱拿的精神，伊用心去甲创作出来。伫遮要多谢陈来新老师，请你搁站起来一遍。还有秀梅老师也很大的功劳，秀梅老师也请站起来，给我让我们鼓掌，多谢，多谢。咱朱拿新馆，伫朱拿工作人员、朱拿志工。甲朱拿之友，咱大家共同参与，大家共同奉献心力，大家共同合作，完成的是一个真好的一个成果。在这个过程中，上届辛苦是咱慈林的执行长，伊逐工几啊年，逐工都来，逐工管室内室外，拢真辛苦。伫遮是毋是？咱即马着请咱的工作人员，杨老师，还有咱的参与的志工也站起来，让我们再看一下，好，拍拍手，多谢。这个工课不只是遮人。啊，真侪朱拿之友，无管你有伫在场，还是无伫在场，因大家拢奉献因的心力，为着这个朱拿新馆来拍拼，来提供奉献各方面。伫遮，咱在场的所有的每一个人，拢有这个奉献。啊，伫遮，咱嘛请咱大家。来，咱家己来拍鼓啊，来拍手一下，给自己一个很好的鼓励。多谢，多谢大家吼，多谢。朱拿这20几年来，有陆陆续续的朋友，伊是真好的艺术家，啊，因会送一挂图给朱拿。因送图给朱拿，本来意思是讲。要让朱拿拿去祭拜，但是咱朱拿惜着这份情，则不甘卖，把伊放伫朱拿，甲收藏起来。咱的好朋友，第好陈先生，伊知影咱朱拿有这个心愿，要起一个艺术馆，要甲遮所收藏留落来的艺术品。要该收藏的时啊，伊伫过身以前，伊送朱拿一笔大笔的股票。虽然这个股票起落真大，
啊，朋友就讲，恁还阁继续阁去，嘛甲咱鼓励帮忙。啊，第福田先生因太太为妇女律师，伊家己也阁个人阁捐股票互朱拿。就安尼，咱伫大家的合作奉献之下，咱这个神官终于安完成。伫遮，我要请咱陈太太魏福美女士，等者来代替咱全体有参与这个神官的、有参与神官的拍拼奉献。诶，全体诶，主男之友来甲咱弟子讲几句啊话，好，回避请。啊，各位贵宾，今仔日大家伫即个母亲节，半一个工。来这参加神官的开幕，我深深甲大家说多谢。同时伫这个所在，我嘛要甲这个起这个官的团队，包括董事会林建德师、黄建德师、杨建德师，甲裕丰营造公司的同工，佮这个主内的行政人员。因这几年来的劳苦，甲因说一下多谢。想起要起这个馆的时阵，我实在是唔知影，当初李洪先生甲郑先生因两个人约束的目标、甲理念、甲理想是安怎？一直到郑先生过身，啊，伊的代志我甲伊处理好，啊，李洪兄甲我。有几摆真深的讲话，甲讨论，我才知影讲有这件代志。这个馆对2008年的秋天，啊，就开始来挑找这个建筑师。啊，最后呢，就由杨建筑师来担任所有的设计。就安尼开始呢。有几十遍这个设计图的版本，啊，我来参加足侪届这个开会，啊，甲听干部，啊，就伫2010年的春天，2010年的春天，啊，阮来甲定案，啊，伫2010年的8月17日，啊，就摕到建筑执照。在2010年11月25日，啊，第一次的发包，啊，直到最后呢，在2011年的3月12日，啊，阮就正式动工。啊，我会记哩，我若来开会的时阵，啊，林建筑师拢甲阮大家讲一项真要紧的代志，就是咧设计这个馆，就爱将。林家祖厝，甲这个新的馆，要安怎结连，要安怎计划，爱有清楚的表达出来。啊，这实在是对杨建筑师是一个挑战。不过呢，伫这个馆要完成的时阵，我有一摆甲杨建筑师来到这个所在，啊，阮一楼一楼爬，啊，一层一层甲看。啊！伊甲我解说足侪足侪只个眉眉角角。最后呢，阮两个人就坐来到外口，坐伫迄个楼梯。我远远甲看去，是看到一个过山道，佮带即个宜兰的景致。啊！伫我个目睭前，我有感觉讲，林家祖厝。这个祖厝，甲即马这个心观，这个精神，这个概念甲对话，伊有清楚，甲伊表达出来。啊，忽然间，我坐伫遐，啊，目屎就安尼流出来。
在我的生命中，我跟这个团队实在是做一项无可能的任务。要开幕的进程，我搁来到一个所在，即届我看的感动搁无同款，因为这个馆的内面是有过去历史的脚迹，有遮侪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搁有一个咱今仔日坐伫遮的表演厅。当你甲出去外口看的时阵，外面有太阳能板的屋顶，有3200的清水瓦片，有清水砖12万2000块，我们的前面呢又有茂盛的树木，实在是要来编织台湾未来能源的梦想。我实在是对身体有足大大的期待，希望来这参观的人客，伊不但是来看到过去的历史，伊嘛要思考台湾这块未来的土地，咱要安怎样去甲疼、去甲保护、去甲珍惜。最后，因为这个馆伫这个所在要徛起，是代表宜宏先生甲陈先生因两个人的友情甲友谊，要伫遮久久长长、永永远远。多谢大家。感谢魏惠美女士和弟子献身。接下来，咱要邀请李明勇先生代表献诗，这是伊为主拿新冠献冠所特别创作的诗，内容伫咱手册的第10页。歹势，尾后最后一段有关漏稿去，完整的版本，咱会公告伫主拿的网站。咱是毋是再次以一个掌声欢迎李明勇先生？走过月桂树的竹篮之路，走过一片月桂树的林木，是竹篮之路。原来罕罕有人，即马脚步节节无煞，现存民主的形象。月光照着母亲的面，书写多数的历史，以去高级城、田园、溪流、山脉，焕发日出之光，照出福田的形影，谱出弦乐，应和大地的旋律，为作多位回应日月的色彩。早起时的日头，浮现温暖的秋色，台湾的心在南洋边缘跳动，鸟声在微风中传达喜乐和希望。感谢李明勇先生。全体合唱，接下来咱要同齐唱三首歌。咱请伴奏陈延真老师以及江杰飞老师帮咱伴奏。咱总共要唱三首歌曲，第一首《台湾翠青》，甲第三首《我爱台湾》，咱拢唱两摆。歌词的内容在手册第11页。
第二首《台湾》歌词在咱手册的第六页。那么这一次欢迎五十人爱歌合唱团以及指挥黄玉峰老师伴奏江杰飞老师。第一首《台湾水星》歌词在咱手册第十一页，咱欢迎各位朋友，他大声欢喜，咱来唱《台湾水星》，也感谢陈彦真老师的伴奏。第二首，咱要唱《台湾》，请江杰飞老师为咱伴奏。歌词在咱手册第六页。
咱大家互相鼓励一下，吼。那再一次感谢五十人爱家合唱团。第三首《我爱台湾》，咱请伴奏陈妍真老师帮咱伴奏。歌词同款伫第十一页，咱请同齐唱两解。各位来宾会当坐落来，感谢咱全体在场所有来宾的合唱，嘛再一次感谢五十人爱家合唱团以及指挥黄玉峰老师、伴奏江杰飞老师，咱嘛感谢咱的伴奏陈妍真老师，感谢伊。